管理大厦要积极携手参与齐德应。 部分地产代理的网页显示，工厦仍然有单位出租。
其中一個建築面積312呎、冇標明樓層嘅單位，月租5000蚊。資料顯示單位係全新裝修，有窗同獨立洗手間。有地產經紀喺呢棟高廈代理超過6000尺嘅大單位，佢話單位主要係用嚟擺貨。佢又話好難確定租客有冇用作其他用途。無線電視記者馬偉山報導。教育局繼續調查屯門興德學校影子學生事件，對於校長應唔應該繼續履行職務，局長楊潤雄話：相信校董會會有明智決定，否則會考慮採取極端做法，唔排除由政府接管學校。佢離開學只得兩個星期，屯門興德學校嘅問題仲未解決。教育局原定要求學校校長陳春平星期一會面，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喺本台節目講清講楚話。已獲知陳春平不會見面，正等緊佢提交申述回應，強調首要確保學校順利開學。至於陳春平應唔應該繼續履行校長的職務，佢就話學校嘅校董會先係總會開會處理，相信佢哋有責任作明智決定。假設如果校董唔能夠作出個明智決定嘅時候，即係繼續俾而家嘅校長可能去處理佢嘅職務，咁點咧？我哋係有可能咧，委派更多嘅校董入去嘛？校董會同當然去到最極端嘅，我哋譬如覺得有啲校董可能唔能夠發揮到嘅作用，或者做得唔係好好，咁我哋亦都可以咧考慮咧，佢繼唔繼續係適合作為一個校董咧？呢個亦都係喺法例之下，我哋有權力。咁最後當然亦都有人提過話，會唔會有政府去接管個學校咧？當然中間亦都有一定程序，只要係為咗保障學生咧。幾所謂極端嘅手段，我哋有時都要考慮。佢又話初步調查發現，興德學校存在嘅影子學生唔會令到學校攞到更多資助，但規則列明學校需要呈報連續缺席超過7日嘅學生，而興德學校唔敢做。據了解，校監到而家仍然未按規定就星期五嘅校董會發出指示，有校董就擔心最終未能夠開會處理罷免校長嘅事宜，而校董會對於應該罷免校長存在分歧。有非教育局委派嘅校董透露，情願放棄辦學權，都唔願意罷免校長。無線電視記者陳雅入報道。美國北加尼亞州有白人民族主義組織發起集會，同反對人士扭鬥，期間有車壞結束而撞向人群。另外有警方直升機喺監視遊行期間墜毀，一共造成最少3死35傷。總統特朗普譴責暴力，又話種族問題喺美國由來已久。大公司私家車向前加速，多人被撞死。仲被鎮制危險。部分示威者一怒上用棍殴打車身，私家車追逐到後再撞到多人。一個女人被車死，撞家主要係反對白人主義集會人士。He took aim at the crowd. Yeah, I mean, it was a very narrow street, and he sort of slowed down and then just slammed into them. 事件10歲黎志和去俄州嘅男人，佢之後被警方拘捕。事件喺星期六北加尼亞州種族衝突期間發生，幾百個白人主義者，仲有三基黨納粹主義組織成員到校前維爾遊行，抗議當地政府計劃移除列邦內戰期間南方方面將軍年代80嘅標章。唔少人帶同邦聯旗、納粹旗、頭盔同盾牌遊行。另一班反對種族主義、人數相若嘅示威者就到場抗議。雙方扭鬥衝突，之前移除雕像嘅人認為雕像係黑奴制度歷史，甚至係白人至上主義嘅象徵。反對嘅人就話移除雕像係抹殺歷史。衝突期間，一架監視現場嘅警方直升機墜毀，機上兩個警察死亡。總統特朗普譴責暴力，又形容種族問題由來已久。We condemn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this egregious display of hatred, bigotry, and violence on many sides.
It's been going on for a long time in our country. 今次衝突反映美國種族主義問題仍然嚴重，專家認為近年多咗人表面上認同要種族平等，實際上口是心非。 做隻白鴨，死我一個就可以救翻全村一命。星期六衝突前一晚，幾百個白人主義者團結火把喺夏洛池圍繞遊行。呢個畫面令人諗起三 K 黃行，種族歧視普遍弱過去。現實係種族主義根本冇隨住黑人平權運動黑人種族誕生而走入歷史，反而揮之不去。近年似乎更加嚴重。舊年一個民調顯示，七成四受訪者認為種族之間嘅 關係惡劣，比95年同一個調查多10幾個例子。另一個調查問受訪者覺得普遍黑人待遇係點，有40%嘅黑人認為極之唔理想，而白人當中就只有1成半有同樣嘅睇法，反映種族之間嘅觀感存在誤差異。 有其他研究都話，部分人基於政治正確，敢向人顯露種族主義嘅一面，但其他行為，例如係上網嗰陣就表露無畏。當日，自己知道安徽奉陽黑人種族主義，2008年奧巴馬當選成為第一位黑人總統當晚，每100個奧巴馬嘅手冊就有一個包含三 K 黨或者歧視黑人嘅字眼。而舊年特朗普競選總統期間，全國都多咗同種族歧視有關嘅手冊。專家話，作為美國人，應該接受美國係跨種族多元國家嘅現實。 No one's going anywhere. This is who America is. America's got to come to terms with it. That we really are a multiracial society. 專家又認為，種族主義問題短期內難以改善，甚至可能會更加嚴重。無線電視記者陳婉婷報道。自由社就翻嚟會睇下。政府放寬柬埔寨外佣離香港，但第一批1000個外佣未必可以如期下個月到港。 市价售价500元，开业大礼，一种大礼，首席加装设计费8000元，免刷刷卡点，价值10000元的客舱机票，电视配齐造型，免费送，三重大礼，开业当天还赠送全房8大电器，4重大礼，只要您家的样板房、门口、客厅、周围小区业主免费赠送5天，样板房由集团直接送到您门外，3重大礼，只要您花100元，买一张市价开业至尊卡，开业当天凭户型图免费赠送价值998元，新品当局一套。 开样板征集一个，仅仅99元，没有抢到名额，可以抢到满分。停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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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打完最后一届世乒赛的杨敏留在意大利俱乐部担任乒乓球教练。从这时起，他的体育观念开始变得更加纯粹。他培养了一大批意大利青年，在欧洲赛场上夺取好成绩，并安心享受美好的生活。 这位曾经和何猷铭的中国乒乓海外军团成员搭起了中意体育桥梁。人居然仲够胆做，还需要帮吗？预计最快九月最多有1000个柬埔寨佣工可以嚟香港，其中一间做柬埔寨外佣嘅中介公司话，每日都收到市民查询。 但相信首批柬埔寨佣工未必可以喺九月嚟香港。总之九月咧就唔会有未曾可能未得到一定嘅永久噶啦。咁我喺我估计咧最快都要年尾啦。如果唔得嘅话咧，就好难融入个家庭咯。但如果佢能够适应到语言可以识得讲识成咧，佢哋一般嚟讲都会可以适应到嘅。 佢話公司喺柬埔寨嘅合作伙伴已經喺當地開設培訓中心，短期內會開始招募。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亦都話，首批柬埔寨佣工會有幾多人，要視乎當地嘅籌備進展。本港而家有大約35萬名外佣。 菲律賓傭工佔54%，印尼傭工就佔44%。香港柬埔寨人力資源發展協會話，柬埔寨大約有30000人喺馬來西亞從事外佣工作，不過月薪比起香港少一半，相信可以吸引到佢哋嚟香港發展。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 本港有大約35萬外籍家庭傭工，因外佣團體關注外佣假日聚會地方唔夠，希望政府開放更多場地。許逢假日、中環、銅鑼灣等鬧市都係外佣熱門嘅聚腳點，唔少人更加一齊開爐開餐。一齊朋友食。 有附近居民話，除咗煮食，亦都不時見到有外佣擺賣擔心影響衞生。消防同埋機電工程處都話，現時法例冇規管戶外使用石油氣爐。有外佣消息話，基於安全問題，亦都有勸喻外佣唔好喺戶外煮食，但係認為問題嘅源頭係可以俾外佣聚集嘅地方唔足夠。民政事務總署喺20幾年前將呢一座位於堅尼地城嘅舊校舍交由菲律賓團體管理，俾外佣聚集同埋舉辦活動，但係就使用率唔高。 佢要求政府開放更多場地俾外佣聚集。無線電視記者趙家豪報導。 解放軍連續兩日派軍機繞過台灣東部海域飛行，係根據《月第三次》。台灣軍方話，大陸解放軍兩架運八軍機上晝由南部悉尼區外經巴士海峽向東北飛行，兩架運八戰機飛越宮古鄉合期間，由兩架蘇-30戰機半飛護航，再飛返原駐地。咁台灣強調全程監察偵測掌握解放軍軍機活動。 話對方係進行遠海巡情航空訓練。今次係解放軍軍機今個月內第3次繞過台灣飛行。大陸傳媒早前報導，解放軍軍機遠海訓練未來可能成為常態。美國官員透露，總統特朗普將會要求美國貿易代表考慮係咪調查中國喺侵權同竊取美國技術嘅貿易行為。新華社評論咁樣做令人擔心，損害中美經貿關係。 就揾阿蘭同佢熟生。
We los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on trade with China. They know how I feel. It's not going to continue like that. But if China helps us, I feel a lot differently for trade. 特朗普就北韓問題尋求同中國合作之際對調查中國嘅貿易行為亦都有所行動。多個華府官員透露，特朗普星期一會簽署行政命令，指示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根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案301條款，決定係咪調查中國喺貿易上有冇存在不合理同具歧視嘅法例、政策同行為。 包括強迫技術轉移同侵犯知識產權、損害美國經濟同勞工權益。根據法案301條款，美國總統有權單方面向認為存在不公平貿易嘅貿易夥伴實施關稅等貿易限制。特朗普據報原定今個月初尋求對中國展開貿易調查，但係正值安理會投票加強制裁北韓，美國需要同中國聯手合作而推遲。 特朗普曾經話，如果北京更加強硬感應對北韓，佢就會對北京放輕手腳。但係美國官員澄清，今次行政命令唔係就北韓問題向中國施壓嘅手段，兩件事完全無關。 有官員亦都透露，特朗普星期五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北韓問題通電話嘅時候，曾經提及可能會調查中國貿易行為。喺北京，商務部早前強調，中國一向致力保護知識產權，又認為中美經貿關係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新華社就話，做法令人擔心損害中美經貿關係。無線電視記者曾巧珠報道。日本沖繩縣有大型集會，要求駐人美軍全面停飛駐英軍書記。大約45,000人星期六喺那霸市一個公園集會，反對將美軍普天間基地搬到名護市邊野古地區。 沖繩縣指示勇長雄志話：美軍如英軍書機接連發生事故係非常危險嘅缺陷機，要求全面禁止飛行。美國太空總署繼續為派人登陸火星做準備，同醫院培訓太空人喺當發生緊急醫療情況時擔當醫生角色，為同僚提供治療。 太空船有喉管爆裂，潛流有毒氣體，太空人要治療傷者，同時都要進行維修。呢個係美國太空總署同一間醫院為人類登陸火星計劃培訓太空人嘅演習。 太空人而家係國際太空站做嘢，如果病咗或者係受傷，可以透過即時通訊設備遙距提醫生。所以你可以直接跟一個醫生在遠方說話，跟一個醫生在遠方說話。但如果喺平均兩億幾公里外嘅火星遇到緊急情況，同地球通訊會有20分鐘嘅延誤，又可以點算呢？ 為咗太空人喺火星隨時可以充當醫生，太空總署安排培訓，防止太空艙環境出現唔同嘅緊急醫療情況，例如係有人受傷，甚至出現肺部衰竭。 去教導太空人應該點樣去應對。 They have limited resources to deal with in that situation to figure out how they might be able to save that person's life. 美國計劃喺2033年前派人登陸火星，任務可能長達3年。 填補太空醫療嘅缺口，相信會為人類登陸火星里程跨出重要嘅一步。無線電視記者梁卓欣報導。超過1000人用手指畫出巨型楊子京人畫。呢一幅人畫除咗係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亦都打破最大手指印畫嘅健力史紀錄。 楊子京花畫面積達到580平方米，3月人士喺紫荊花舊圖上用手指點上顏料，再印出巨型花畫，用咗大約7個鐘頭完成，打破健力士紀錄，並且獲健力士驗證官職場頒發證書。13夜1000個舊月，再會。咩話？唔同嘅差事點解要停辦嘅？我睇一啲風聲都收唔到啊！ 新闻大事件，全民都为我接铁饭，八卦新闻，最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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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11周年店庆来了，为感恩客户11年来的支持，
东大家具斥资百万，为大家带来了史上最强的福利，只为了给你们最好的一切。在活动期间，部分产品仅需11元即可抢购，还有全屋家电免费抽，更有泰国6天5夜夜游等你来拿。参加抽奖还将有机会获得全额免单哦。地址：辽宁镇政府后面盘龙大道盘龙花园旁，抢购热线8110-1666。关于辽部成校2017年秋季学历班报名即将截止的通知，广大干部群众，辽部成校与国家开放大学、江南大学联合举办2017年秋季行政管理、工商企业管理、会计学、学前教育的大专本科学历提升班，拟于2017年8月底截止报名，请有意报读的广大干部群众从速报名。另外，英语、电脑、会计实务、乒乓球、安全生产岗位、食品安全管理员、家庭烘焙等技能培训班正在招生。辽部成校，终身学习，成就梦想，出彩人生。报名地点：辽部镇教育路向北堂2巷22号，辽部成校1楼招生咨询室。报名咨询电话：8321-0732、8326-2768、8328-8100。QQ 4174-89677。12号系九寨沟地震之后嘅第一盘，7月29日又是开盘，95至180平米南向3至5房，冠军温正名校旁，进入口畅达，最管人，拨款热线0769-8121-8888。截至12号，九寨龙舟机场已连续5日实现旅客强制流，旅客转运疏散任务已基本完成，行政救灾人员物资。任务等基本操作稳定，推动中医药研发入库堂进行。专业的服务队，快捷上汽服务，高品质燃气和气瓶，拒绝黑气。行业的专家，全镇13家送气站为您服务，协会保证。领先的服务，优质服务千万家，您的放心选择。全镇送气服务热线823-12345，现打823-12345电话，免入园送气费哦。另到站4提，优惠3元，送名牌纸巾一盒，商业客户更优惠。我和我是小爱，哦，我已经开眼了。此举引发各界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损害中美关系的关切。这么高啊！救命啊！主人，快给我降落伞！你要降落伞干嘛？你把我这样抛下去，又没降落伞，就可能砸到楼下的行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哦，那太危险了。你还是带垃圾桶吧。谢谢。见文明小区，雾高空抛物。摄氏度嘅高温，俾当地居民嘅生活带嚟咗严重嘅影响。呢一刻，全国电力短缺，热量带嚟嘅影响变得更加严重。不过，不能达市民必然地有一切条件嚟对抗高温。正点播报由晓冰、阿欣，多谢收听。该小区有2400多户，咁由于靠近地铁口，小区里边有近40%嘅房屋同埋建筑。咁影片進出小區連船比較穩陣，物管隊之出入人員並唔過問。咁自己屋企所在嘅1樓，更係經常遭到小偷光顧。據周先生介紹啊，咁當時傍晚5-6點嘅時候咧，小偷咧見到屋企冇人啊，就由外圍呢條小路咧一路行入去，行到主人房出面嘅窗啊，叫窗進行盜竊噶。咁目前我哋睇到咧，周先生已經將屋企所有嘅窗咧都係加裝咗防盜網噶。当时没有及时发现，隔了有一段时间我发现的时候呢，就一个珠宝盒子就不见了，不见了我就马上报案，也跟物业反映情况了。而周先生的邻居与先生屋企亦都被偷过三次，被撬开的门窗至今仲有痕迹。经常发生遇到2楼那个都不愿住，到8地了，他说我不愿住这里了。我翻手啦！面对咁猖狂嘅小偷，业主亦多次质疑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不善。现在就是物业的管理非常的松懈了，非常松懈。我们也跟物业提过多次的意见，他也改善不了。那保安呢，换的也很频繁。怀疑第一个是就是管理不善，第二个是他管理内部肯定有问题。另外里面的出租户比较多，
而物管方面又表示，目前已经引入新嘅管理模式，将尽量改善小区安保状况。好，下个镜头翻嚟之后，继续支付同埋。探春嘅小候鳥，同南下打暑期工嘅大學生咧，開始陸續返鄉返